同为东北亚，我们来看日本原定在今天的上午要从九州的鹿儿岛的种子岛太空中心发射最新的主力火箭 H31号机，就没有想到呢，却发射失败。好，正如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倒数完成，也逐一确定点燃火箭的步骤之后，但是呢，本来预定要在上午的9:37起飞的火箭 H31号机，却只有在发射台旁喷射出白色的烟雾，而且一动也不动，就卡在发射台上。目前呢，初步判断是辅助发射的火箭，并未如预期的点火，因此呢，才没有办法如期升空。但是导致发射失败的真正主因为何？现在目前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机构还要继续调查，恐怕要等到查明之后才会重新启动发射作业。